刘宇宁关于电影和现实。走。天之小，天莫悲。他应该在这个密室里干过，密室逃脱的那种是吧？哎呀！爱你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还从不有白石飞侠一带来的别名白。不是风刮的，我也没事，大哭了。